南島好出名嘅南灣南島，就係有呢個馬頭火盆嘅呢個火，咁啊一影到嚟就係海鮮，品種啊都係貝殼類啊、鯉魚啊、蝦啊、鱿鱼啊、鲍鱼啊，鱼有多种啦，都系南海鱼啊。可以五价嘅，即系土价、南价嘅可以食多。呢啲啊，大鱼啦，海白鳝或者大鱼都系咁。麻烦这个什么鱼来的？你在买了这个鲅鱼。鲅鱼。鲅鱼啊，鲅鱼。先给新买的这个鱼，要吧？今天都是这个。这个鲅鱼啊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哦，这个，三块吧，三块，三块，七块，真的不骗你，一个二两，两块两块，两块两块，要大海鱼的，大海鱼，你看错了。你都可以啊。呢边出面卖蔬菜水果，好多好多啲槟榔卖喺度，呢度卖蔬菜。啲野生竹子蝦咯，$180啊！哦，嚇？八六蚊啊？六啊，貴啊！一般四啊幾蚊錢啊？試下啦，
啊啊！玩肯定要使錢啦，唔使錢都開心係咪？出嚟咁你又平，你又平啲啦，大家開心啦。唔係我嗰度。唔係你㗎，你嗰度冇啊？我賣鞋啫。你嗰度冇啊？你賣鞋啫。我賣鞋。龍蝦點啊？龍蝦幾多？三歲一百五啊？人工養嘅冇。三十八块钱买一点这下面的虾怎么卖？他们都得卖呀。海胆嘛，海胆跟蛋嘞。哇，还多钱？三十八块钱买什么虾？买呀。买野生的。野生啊？野生啊。海胆冇咩肉嘅嘛？佢海胆蒸蛋咧，阿敏整咗人哋食噶嘛？啊，咪得几只咯？系啊，只咯，海胆。多少钱？八块一个。阿五哥，有啲雜誌，都好多品種啊，乜都有啊，呢啲蝦蟹啊，蝦蟹啊，多少錢一隻啊？150。是野生的？嗯，这是野生养殖的，45。哦。来一点吗？要不就来一点这个，这个也好大啊，这个也大啊。45也大了。这个奶牛要几斤啊？110。这个呢？一样。这个？100克。140。便宜一点啊，我帮你买这个叔，105这个我们100块拿货过来，105好远，买的太贵了，我要帮你买两个。哎呀，马里西亚，来你打吗？买这个多少钱？105了，100啦，起头啦，100卖不了，100拿货了，不骗你的，这是有限的。野生的，没有养殖的，都是野生的。人家卖110，人家卖这个160，给你。这个140给你，最低了，不骗你的。拿这个多少？拿几个大的？这个要2斤呢？要1斤哦。一斤没有多少个。最多一个不要，我们两个不动，我们就试一个，我们试一下嘛，我们让让他们试，试可以能吃多少，这样抢一下就行了。我们有的这个，不到一斤，多少钱？不到一斤，哦，1斤，哦，小油大，刚好1斤，刚好哇，这么准了，标准，105，这里。拿多少？大一点。我们刚把点。多少个？1斤。6个。人多我买。6个了。吃多少？人家又多少？1斤。人家多吃几种。多吃几种。看一下1斤有多少。哎，6、7个就够了。我们品尝一下。要买。这种虾就开，不要去切骨，就开边对开边。蒜蓉蒸，不是青，没白奶蒜蓉蒸才好吃，哎，这个海边的，多少钱？再来一个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可以吗？海边啊，可以。一种，
150, 150, 150就200。200去等啊，你再去等好食店冇，好清甜咪生食。一百些嘛。